为了提倡环保的观念，好兴乡大仑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教社区的居民，要安那用水果甲果皮来制作环保假素，减少对环境的伤害。将果子甲果子皮切切的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社区居民是学习如何制作这环保的假素。这个教学的假素分做农用甲食用，利用假素唔卖当改善土壤，防治白糖害。可以让降低粪扫量，减少焚化炉的使用，而且使用起来也较安心。咱的囡仔就是，咱社区哈，拢有咧办一挂环保活动啦，哈，比如做志工啦，环保，环境清洁维护啦，哈，爱今日有一个机会哈，一个黄老师哈，来咱教这环保教导哈，让咱这乐者会当变黄金哈，啊，大家咱做咧哈，当清洁环境哈。啊，减少咱这化学农药的伤害哈。李署长表示，希望借由环保教授的教学，让更加侪人了解环保的知识甲好处，做伙来推广保护大家环境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、福兴采访报道。